32师台击剑。第二段动作15:16。15，左虚不撩。身体重心后移至左腿上，上体左转，右脚回收再向前垫步，脚尖外撇，再向右转体，身体重心前移至右腿，左脚随即前进一步，脚尖着地，呈左虚步。同时，右手剑随身体转动，经左上方向后、向下，利剑向前撩出，前臂内旋，手心向外，立在剑刃前部，剑把停于头前，剑尖略低。左手剑指在上体左转10级，下落覆于右腕部，随右手绕转，目视前方。要点：撩剑的路线必须画一个整圆，剑指需下落到左肋侧，再与右手相合。教法提示：学者需注意，上体左转必须以腰为轴，左脚上部与撩剑要协调一致。16，右弓不撩。身体先向右转，剑由上向后绕环，掌心向外，剑指随剑绕行，覆于右臂内侧。随之左脚向前垫步，右脚继而前进一步，呈右弓步。右手剑随着上右步，由下向前利剑撩出，前臂外旋，手心向外，剑与肩平，剑尖略低，立在剑刃前部。剑指则由下向上绕行至左额上方，手心斜向上，目视前方。要点：剑向后绕环时，身体和眼神随着向后转，整个动作要连贯。教法提示：学者需注意，左脚向前垫步时，身体重心不能前移，仍在右腿上，上部撩剑要与弓部协调一致。